大家好，我是黑奴，现在我在华强北的家里。市场又延期放假了，3号又发布一则通告，说是疫情防控，本来是延期到6号，但是后面又增加了2天，9号才市场才开始正式营业，所以现在家里的现货都不多。昨天就来了一批苹果13 128G 的美版的，未激活。苹果13 128现在国行的价格大概是5600左右，这批美版是4900，所以还是有差价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目前只有黑色。苹果13也是跟苹果12尺寸一样大，机身是超瓷金面板，玻璃背板，又铝合金边框。苹果13这一款型号是有5个颜色的，是红色、星光色、午夜色，午夜色就是黑色，还有蓝色、粉色。给大家对比一下12的外观提升。苹果12摄像头是竖的，然后苹果13是交叉，摄像头也比苹果12增大了许多。昨天总共到了20台，这一点8万多块钱。那这边是家里的一些库存，十一 Pro 256G 效率100%的日版，这个是3500卖。然后这是8P 64G 的，我们是1500。这边是十一 Pro Max 4100价格，还有一个十一 Pro 白色。这一款也是128G 的国行，国行12现在是4150。这边是11，这边是12 Pro Max 128G 和542G 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